都尉那可是圣上的义弟啊！王总管，小人在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人正要服侍都尉大人，便见都尉大人与此狼怪打斗，顺可谦便被勒毙了。城主，都怪小人，小人不该听从都尉大人的话，上狼州山，强抓幼狼，给都尉大人饮血治病啊！想必。 想必正是因为如此，引来了狼怪下山，下山加害都尉大人。狼怪下山了。此事还不能断定就是狼怪所为，不过凶手甚为奇特，其举止似狼，异于常人，四肢着地，就走幼狼。我仅看一眼，就可以断定，他不过就是。 野人般的少年而已。爹，曾有猎人亲眼见过狼怪，说他像狼又像人，这一定是狼怪，不会错的。陛下不日将驾临夔州城，一定要抓紧彻查此案。要赶在陛下到来之前找到真凶，马副将，即刻调集人马，全力搜捕，一定要查明真相。此人能够躲开护卫潜入马府，击杀武功高强的夏侯都尉。 其身手一定不同凡响，千万要小心，切记。末将即刻领兵上山，缉拿此野人。要谨慎呢，他是人，更远生一头凶猛无比的狼。倘若抓不到真凶，我们马府就无法向陛下交代呀。 大哥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郡主，为何如此大阵仗？郡主，府里出大事了，狼首山的狼怪杀了都尉，我们要马上抓他归案。不可能的！怀疑是狼怪所为，是因为其少年之身却人貌狼性。 而他的刺杀动机竟然是想要救出都尉吃食的小狼，郡主为何如此焦急啊？这与他何干呀？城主，其致死之因，却未近乎碎裂导致器具，都怪小人千不该万不该，听从夏侯都尉之言，去山上给他抓幼狼食用。 抓到那个狼怪，是个千刀万剐。他不是狼怪，不是你胡说八道。翟星，郡主，爹，这其中肯定是有误会。你们口中那个行为举止像狼一样的男孩，他不是妖怪。他之所以长得会像狼，那是因为他从小是被狼群养大的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难道你认识他？ 就是我要介绍给爹认识的朋友。嗯，事到如今，我只好跟爹坦诚了。所谓狼怪，其实是女儿一手策划，装神弄鬼。马摘星，原来你整我！快把事情说清楚。女儿本来是想等都尉离开以后，
再跟爹据实以告。你，我几次跟汪叔偷学药理，吸得迷魂香，使人产生错觉，误以为是狼怪。可是我们不是想害人，女儿只是希望可以保护狼群不再受到猎人的残害。荒唐！你装神弄鬼一事，我暂不追究。可他杀了夏侯都尉，已经是朝廷的重犯，我绝不能放纵。不，爹，狼崽绝对不会无故伤人的。爹，我求你了，爹，我求你了，爹，不要派兵上山去抓他，他会很害怕的。他好不容易刚刚开始相信人，你让女儿上山一趟，我去把事情问清楚好吗？你闭嘴！这一切都是你息怒我的报应。那个狼怪确确实实杀害了夏侯都尉，这一切都是爹、汪叔还有众人亲眼所见，铁证如山。你兄长说的没错，难道爹还会骗你吗？这或许可能是中间有什么误会呢。他或许并非恶类，但你敢保证他兽性全无吗？你能保证他不会为了保护那只幼狼而去伤人，进而杀人吗？女儿相信他，纵然他有其野性，但是经过这段时间跟女儿相处，他绝对不会无故夺人性命。摘星，你胡闹的还不够吗？故意造谣，已经让整个夔州城人心惶惶。你又假公济私，欺骗你的兄长做出封山的决定，现在又闹出人命，而且还牵扯到陛下的义弟，你知道吗？这会给我们马家带来灭顶之灾呀！可在这个时候，你的立场还如此的偏颇，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牵扯其中了。我一定要活捉狼怪，秉公处理。如果非他所为，我自然会还他一个公道。如果真是他杀了夏侯都尉，我一定会让他偿命，还我马氏一族的清白。爹，孟祥，城主。把他给我带下去。爹，爹，带下去。郡主。爹，胡妈。爹，走。爹，郡主。爹，他不是妖怪，他只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。王总管，你放我出去。郡主。王总管，郡主，您还是在屋里反省吧，这事真闹大了，您最好安稳一点。王总管，你等一下，我求你帮我一个忙好吗？你能随时告诉我爹搜捕的情况吗？郡主，这次我恐怕真的无能为力了，城主他会秉公处理的。哎，汪总管，汪总管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回来呀。汪总管，汪总管，浪仔他有没有受伤啊？他有没有受到惊吓呀？汪总管，汪总管，你回来。我不是不相信爹，可是你们有人愿意相信一个从小被狼养大的孩子比你我都要善良吗？你们有人愿意相信吗？你们放我出去，开门，开门，放我出去，来人。这头狼怪，看来狼巢穴就在前面，他受伤了，逃不远的。这里有脚印，这次绝对不能让他跑了。跟着声音追，快！在那边，在前面，队长。
狼群为火，若遭遇狼群攻击，就用火攻。情况危急，就射杀他们。今日必抓到狼怪，回去复命。是。他不是普通野人，竟然能号令狼群！弓箭准备！娘！小凤，郡主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小凤，可有马府抓到狼崽的消息？没有，但有陛下派人快马传来的谕令，严命陛下即刻赶来。我听说，陛下还命城主务必抓到狼崽，格杀勿论。是我害了他。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编造狼怪的传说，更不应该带他下山，是我害了他。郡主，郡主，你别这样怪自己了。狼崽杀人并非你所能预料，也非你所想见的。这其中一定另有隐情，要不然他绝对不会伤害别人。小凤，我给他狼牙项链时答应过他，我会保护他的。他是那么相信我，除非能证明狼崽清白，否则郡主如何护他？只怕我尚未找出真相，狼崽就已经遇难。眼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小凤，你可以帮我吗？小凤从小和郡主一起长大，郡主没有把我当下人看，反而把我当妹妹一样照顾。为了郡主，小凤受军法处置也不怕。好，小凤，谢谢你。我必须上山一趟。让狼崽离开狼兽山。郡主，马家军那么多兵丁上山搜捕，我想那狼崽说不定早就逃走了呢。不，狼崽遇到危险的时候并非不会逃离藏匿，我最怕的是他会担心我找不到他，怎么都不肯走。那怎么办？只有下狠心逼他走。原本狼群意图攻击，前来营救有折返。就是这个狼崽，警告狼群不要与我等发生冲突。他只身营救小狼，牺牲自己保护同伴。听说这狼崽有情有义，我还不信。如今真是长了见识。但是他毕竟是杀了夏侯都尉的凶手。若非他杀，我敢断定。城主见到他也会夸他是一等一的将才，可惜了。听说抓到狼怪了，这还是哪个狼怪啊？就是他。等我。
你的伤是怎么来的？我问你，你的伤是怎么来的？你是不是又做错事情了？又不听话了，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全城的官兵都在抓你，所有人都认定你杀人了。奎州城，你不能待了。我相信你，你相信我，我们彼此信任，你懂吗？心儿是说过，心儿和狼崽永永远相信彼此，但是此刻相信又怎么样，不相信又怎么样？你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你的命就不重要了吗？就离开夔州城，离开狼首山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你不必为我留下，你听好了，从此刻起我和你再无瓜葛，听明白了吗？不准跟。是不是？我后悔了，我后悔和你当朋友，后悔把你带下山。你不知道自己是个怪物吗？我怎么会和怪物做朋友呢？别开玩笑了，万一人家要是知道，以为我和你是同伙呢。你要是再不走的话，你只会连累我，让我受到牵连。你快滚呐！滚！狼崽不是怪物，是人。相信狼崽，心儿，守护狼崽，不要走。行了，我和你当朋友，是因为我以前孤单，我只是想把你当成一个玩伴而已，一个狼养大的玩伴，多稀奇呀，多特别呀！我不需要你了，你滚呐！你给我滚！你滚呐！你再不走的话，我就让人来抓你，抓你的狼娘亲，抓你的狼兄弟，滚呐！
到狼怪，等回州城多数牵连。是，快搜！狼崽，别再回来了。末将吴用，本已擒到凶手，却疏于防范，让他趁机逃脱了。这少年本就异于常人，恐怕是天生神力啊。这样，明天我与你一同前去抓捕。爹，眼看圣上就要到了，爹不宜离开马府，不如孩儿带队，助丰城大哥一臂之力。我跟那野人也算是交过手，领教过他的手段。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我想我也帮得上忙。也好，这样一来，你也可以借此去历练一下。不过，千万不可自作主张，一切要听丰城的指挥。是，爹，您放心，儿子一定听从马副将的吩咐，把那野人抓回来。先去准备一下吧。少主，你懂事多了，这次能主动请缨，替城主分忧。副将忘了，我上次被那头畜生给吓惨了。此次若能抓住那头畜生，拿下他的狼头，不仅可以在我爹面前立功，又可气坏马摘星那个丫头。哼，一箭双雕啊！是急道，城主说虽然允许你出房一同迎接，但是他不希望你提到和狼崽的关系，不然会让陛下多生臆测，会怪罪于你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爹担心的，但我定会随陛下彻查此事，想办法尽快还狼崽清白。小凤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身子不舒服啊？我也不清楚，前日不知膳房用了什么草药入膳，我一闻到那个味道就恶心想吐。膳房的草药？嗯。会是哪一位呢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
是离狐吧？离狐？别担心，没事的。他的声味本来就容易让人产生恶心，他只是……小凤，我想去个地方看看。城主，马副将等人已出城多时，必能将那野人抓回。您还是回府休息吧。我是担心，若抓不到凶手，那陛下就会迁怒于夔州城百姓啊。手不减当年呐，朕要连发数箭才能取你一命。微臣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微臣不知陛下提前到来，未曾远迎接驾，还请陛下夏侯义死在你府上吧。微臣愿领责罚，进府禀报吧，是否有罪朕自会定夺。就谢陛下。郡主，你跑来夏侯都尉的房间做什么？据下人说，这些都是狼崽和都尉打斗时留下来的。郡主，城主有令，圣上亲临视察前，闲杂人等不得再进入此房间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郡主，这汤有什么问题吗？不，这是一碗很普通的滋补汤，但这就是高明之处。一个赤手空拳的野人竟能毫无声息地潜入你马府，而且还杀了夏侯义。倘若不是你亲眼所见，朕倒是不敢相信呢。陛下，恕微臣失职，才有如此憾事发生。本来臣以为抓到了凶手，不料凶手力气极大，不仅只手冲破巨木牢笼，还在顷刻之间迅速逃离。当真如此？哼，天下之大，奇才难见呐。朕倒是要亲自上山去搜一搜，会一会这个身手如狼的奇特少年。马英，即刻备马上山。臣遵旨。陛下且慢。站住！退后！马英之女马摘星叩见陛下。摘星，不得无礼，赶紧退下。爹，女儿有要事向陛下禀奏。退下。启禀陛下，此案有冤，狼崽乃无辜之身，凶手另有其人。摘星，圣上面前不得妄言呐。马英，朕要听你说，你若有证据，
朕必定勿忘无踪，绝不让真凶逍遥法外。但你若只是儿戏，朕要重重的罚你。摘星明白。起来说行踪。谢陛下。摘星，快起来。陛下，夏侯都尉遇刺之日，起晚膳后服用了梨胡与参汤。这都是普通的药材，有什么异状吗？这便是凶手的高明之处，因两者本身并无毒性，可以使人免于怀疑。但是两者合用之后，再加之掌握药理之法，都尉便将因此气血逆回，无法施力。望乡总管。在。何府上下你最精通药理，刚才郡主所言是否属实？是。若夏侯都尉真是被毒死，其尸身必然会留下中毒之迹。凶手为了避免如此，于是运用药理，使都尉之身不会留下中毒之迹，只是丧失反击能力。就在此时，原本打不过都尉的凶手便趁机将其勒毙。凶手也早已料到都尉之死，一经发现，马府与圣上必会追查真凶，于是真凶便想故弄玄虚，利用近期夔州城狼怪传说，做出假狼爪之痕，引导众人，让人误会此凶案乃狼怪所为。凶手一定没有想到，最后竟弄假成真，引来了狼崽，接着便是爹看到的一切。你言之凿凿，那么究竟此案是何人所为？能够如此，凶手必是马府之内经手药膳之人，马府用人不当，才会酿下如此祸事。摘星恳请陛下爹调查事发当晚药膳房所有下人之行迹，还有夏侯都尉生前见过的人，符合条件者不出十人，逐一清查，必能查获。陛下，臣以为小女所言有些道理，臣马上派人彻底查清。来人呢？不用麻烦了。差一点就骗过了你们所有人，没想到竟然会败在一个小女孩的手上。汪总管，怎么会是你呀？就是我。拿下！跪下！整个马府还有谁比我更精通药理，更能掌握膳食？王生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陷害皇亲国戚，陷我马府上下于不义？夏侯义这狗贼，我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不知恨杀他太晚。你跟夏侯义有仇？当年前朝末路，说好了只要李氏一族禅让于你，你便不杀李氏一族，没想到这夏侯狗贼擅自揣测你的心意，将李氏一族全部诱于皇宫之内，之后杀了所有皇族。这狗贼不死，那才是老天不长眼。我的计划便是，哼，先杀了这狗贼，再让马府所有人都一起遭殃。陛下，微臣不察，收留了前朝叛党余孽，请陛下降罪。马英，你的不察差点给自己惹祸上身。夏侯义一案虽已水落石出，但是你难辞其咎，
只要你终身戴罪立功。至于这个人嘛，你知道该如何处置。臣明白，臣马上恭送陛下回行宫。不用了，好好清理你的门户吧。嗯，马英，臣在。你这女儿不错。不但是青出于蓝，更胜于蓝呐！恭送陛下。陛下回宫。恭送陛下。占星，是爹错了。咱们误会了狼崽，快，快去找你兄长，让他们停止抓捕。是，可是，恐怕狼崽早已离开了狼兽山。万一狼崽没有离开呢？爹怕。喝了这杯酒，安心上路。若是城主动手，我心甘情愿。你此话何意？若非城主当年一时的怜悯之心，平原公主以及她腹中之子早已不保。